尊老近期好事成双，咁首先担任品牌代言人七位数字嘅酬劳，听到我都哇哇声叫啊！第二样嘢就可以接拍由陈志强监制嘅动作片，可以同偶像前辈合作，佢更加开心兴奋添啊！其实琴日就好开心，因为琴日就收到翻到公司收到一份剧本，咁就系一个会由陈志强监制嘅一套动作片。陈志强系啊，咁我觉得系因为其实我好中意睇佢监制嘅电影啦，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大嘅荣耀嚟嘅，即系佢再而家我睇紧剧本，但系好高兴佢如果谂到动作片嘅即系后生仔啦，我谂即系而佢谂到我，咁呢个我好开心。多唔多危险动作啊？你睇过剧本？都多嘅，都多，因为我谂佢唔系主要喺功夫上边，即系佢主要喺危险动作上边。咁佢系一套好港式嘅动作片。咁你会用替身啊？如果接？我谂尽可能都唔会，因为其实自己都中意呢一类电影。如果你拍阿娇而你女友要坚强，你俾咩坚强？唔会，即系因为始终系唔会嚟坚强嘅，唔会俾佢坚强，唔会俾佢嚟。我谂唔会俾佢去坚强咧，因为始终呢一个系工作嚟。惊眼冤啊？就惊咩啊？边个惊眼冤啊？你女友惊你女友眼冤，或者有亲热嗰啲噶嘛？唔会。